都那个大头鱼啊，还有那个大头鱼苗啊，都该抓的都抓上去了。鲤鱼真的是太多了，抓点去那个放生了，是吧？像放在小溪里面去保护一下水源哈，那个是吧？放到我们经常钓的那个坑里面，然后明天再去钓。就放在你那个房子前面，那小组那个溪里面。我那个小溪旁边。你看细长细长，我还以为是不注意看这么长，还以为是草鱼，你看呀，笑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把这翘子也抓放到你们小溪里面。这个翘子，所以我们没时候没有时是吧？想钓鱼了，那坐在小溪啊。不过我们放在小溪里去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去拿电就电，是不是？偶尔钓一钓都可以，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快来，抓这些小翘子去！这么多翘子，全抓出去！全部放在小溪去。全部放小溪去。明年我们的资源会不会更好一点？啊！暂时就抓这些啊，估计这个七八十斤有。因为一时半会抓不完啊，等一下要去看牛，这个是真多啊，是吧？等一下要不呢，我们选到的地点这里放一点，那里放一点，明天再来抓一点啊，放在这个水里面是吧？净化一下水质啊，是吧？想钓鱼也得放放生，是吧？这个才有钓鱼的时候才有灵感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走，现在拖到小溪旁边去吃鱼吗？拿条鱼去吃啊？还不吃啊？要吗？不要，不要钱，要屁，还要钱了、啊、不要钱，谈钱伤感情了、啊、来，你敢不要钱、啊、不要钱，我怎么叫你看我哎呦，你这，你怎么搞？怎么搞？坏了就坏了。哎，你这个，真服了你。怎么搞？这个不能打。放生。你这么好啊？你是哪位红光？哎，干什么来着？我疯了。干是疯人的，你买，哎，不要钱，十多块的，你要是送给你，你还不相信呢？我怀疑你。相信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这条红鲤鱼给它放，都放。哇，不知道还要有，看一下有没有死的，不要，慢慢放，慢点放，慢点放啊！哎呦，哎。哦，这条死掉了。这条死掉了。哎，捞呀捞呀！哎呀，还捞到。死了的就不要浪费了。死了就拿去吃，是吧？哎，还活的。来，走吧。有鱼放的，你鲤鱼太多了。可以，还要吗？这条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一个，不好吧？你这，他留下的，他的条差不多。不要钱的啊！是，改天抓一点去送给这些老人，爱吃的就拿哈。你要过来的，哎，来的，你的，慢慢的，来吧。现在鱼放完了啊，这个是我村庄啊，你看这边就是小湖的。放点鱼下去，保持这个水质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应该这水有点浑的，是吧？鱼多一点，把这些杂质吃掉啊。然后呀，人家散散步啊、哦，看到鱼啊，哎，这个也是美好的风景，是吧？啊，反正这个鱼放在我们鱼塘也不值钱啊。也是我的专属钓场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去拿电拿网去搞啊，拿一个鱼竿钓都无所谓，是不是？出门就可以钓鱼，多好！多好，是吧？又休闲啊，休闲娱乐场所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专属钓位啊，明天估计就有人坐在这来钓。
放牛放牛庄去。